为春光满面，撑闪婚，转变命运。那现在最爱吃的是韩国泡菜吗？我最爱吃面。这是宵夜文吗？他为7月2号闪电宣布订婚，秋天要嫁给韩国导演金泰勇。今天是他订婚后首场公开活动，即使同场嘉宾如凯特·布兰奇、倪妮、金喜爱、海岸风头都输给汤唯啦。我觉得一个女人最重要的，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情，因为有了爱情滋润，气色超好的。小心小心，参加活动是不是已经准备好接受媒体的祝福？因为这是婚后首次出席。啊，谢谢大家。为什么会突然想到会宣布婚礼，就这么突然的公布了呢？我觉得每一个女人，当如果说你遇到一个能够转变自己命运的机会，谁都不会放过吧。这婚期定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他也不会因为结婚隐退，影迷可以放心喽。我想作为一个演员，我不是说是一份工作，而是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你写的喜爱小姐，你听得懂韩文？听得懂他的韩语吗？现在韩语学得怎么样啊？没关系，爱情可以克服一切的。看完大家都叫你女神，然后你觉得自己是女神吗？我就是一个普通女孩。苹果与浪赖，好幸福哦！报道。